小朋友们快看呀，我小宝他自己在这睡着了，这个臭姐姐，我让他看着妹妹，他也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把小宝一个人扔在这里，也不给他盖被子，生病了怎么办呀？这个臭姐姐，你看我这里呀有一桶泡面，我呀肯定不给那个臭姐姐吃，她总是不管妹妹，我呀要给我小宝吃，你看我小宝多可怜呀，在这里啊那么冷的天，在这趴着睡觉也没有人管，我呀给他泡一桶泡面给他吃，让他暖暖胃，来给他倒上这个，还是我宝贝最喜欢吃的口味，我们给他倒上这个，哇，倒上热水一烫，一会儿就能吃了，哇，多倒一点，好嘞，给他盖上盖子放在这里，这个臭姐姐就知道跑出去玩，就知道自己玩，我呀看给他装个啥，我呀给他今天整一整他，我给他放一个，哇，大葱，哈哈，都干巴了，还有大蒜，还有辣椒油，这里还有一个酸酸的柠檬，他最讨厌吃了，我给他放在这里，整一整他，今天等泡好之后我再叫宝宝。泡面泡好了，小宝小宝快醒醒，吃泡面了，你姐姐也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快叫姐姐来。姐姐姐姐来吃泡面了。哇，来了来了，哇，我最爱吃的泡面。哇，好香哟。哇，好香呀，我这里面也有，哈哈。嗯，这什么呀？咋一个大葱呀？啊，还有辣椒油，这什么？啊，还有大蒜，还有一个酸柠檬，我的面呢？哼，这个妈妈又整我。